哇、哦，怪盗团帮我哇，拿掉他蛮可爱的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为怪物弹珠。先从什么开始说？先从书库好了。哎、欸，刚被你们发现我在看百灵果。懂完了，我要去看 V 了，拜拜。有请，不要看 VTube， 不是真实的，我才是真实的。没有，都是真实的啦。VTube 也很厉害，很辛苦。你说如果我声音很萌，也可以当 VTube， 那我一定想要用巨乳角色，巨萝莉啊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当 VTube， 我一定会变婊子。可如果有一天你跟哪天一起被流放到孤岛，你就考虑跟他交往？我可能会干他。我会受不了，我应该会干他。我可能有90%的几率会干拿铁。一开始可能还好，后面可能觉得干拿铁好像蛮可爱的。如果蓝猫跟拿铁一起，你说我会干谁吗？我会干拿铁。拿铁好像比较更女性向一点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干过。我不会交往，我只会干他。他是我的老兵器。一个拿铁按的不喜欢。拿铁就说：“我帮你当朋友，你整天只想看我，看好好笑。”如果林璇跟拿铁都在岛上的话，我应该就轮流干。黑与谁？黑与黄标旗 YouTuber。看康妮剖开台，我都觉得说：“哇，康妮转行了，低胸背心玩健身环大冒险，我一定看爆。”我穿低胸背心玩健身环大冒险，有谁他妈想看？他穿泳装开台，我穿泳装开台能看吗？看起来也蛮辛苦的，因为感觉化那一些妆跟打扮很麻烦。我每次都穿着一件耿鬼衣开台。拜托，拜托，我给你钱，不要，拜托。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最近其实我一直在研究养一种生物，叫做章鱼。我已经在准备了，忽然很想，然后我要叫它章鱼烧。最后一集我就把它做成章鱼烧，养成进化。最后一集就把它吃掉，这样算残忍吗？还帮它取名字，然后最后把它吃掉，蛮有生命教育意义的。自己的食物自己吃吗？麦克瓦斯基，你不能给它取名字，以后对它有感情。看，对啊，养猪吃猪不算虐待动物，对啊，很奇怪。一般人会当成食物的，大家就会觉得说不算虐待；不会当成食物的，大家会算虐待。其实很微妙哎、欸，他们都是动物的一种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很奇怪。我之前有拍过那个、啊、巨大化章鱼烧，我就真的塞了一整只章鱼进去，哇，那个真的是超屌的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那个章鱼脚还直接插在上面，因为放不进去。我之前有拍过一部影片啊，那个在工作室钓虾，意外的没有被骂，大家没有说我在玩弄生命，可是我真的在玩弄生命。彤彤看起来就蛮好吃的，灰灰又黑黑的，看起来像 Oreo 哦，13欧元是啥小？九次罗，你到底住哪里？爱尔兰，哇，好屌！那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会员吗？我就可以去外面讲说，我干爹住爱尔兰，听起来就屌爆了。哦，我真的有干爹住爱尔兰了，干！噔噔噔噔噔！我靠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的会员应该是最多国籍的了。哎、欸，又有人懂，5块，这是什么元 ？AU， 干你们真的是一直考我。请你吃薯条。薯条，各位，本日重点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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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紧张刺激，我够了我够了我够了，第一次，来了，我想问一下，蓝色鞋子跟红色鞋子差在哪里？黑鱼优先踩蓝色鞋子，好，没问题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的问题，对不起。我是北七哦，没有，我刚刚只是想要上下直刷而已，没想到有点偏右，然后还被加速，然后就爆了。我对不起大家，哇，这真的是我的问题哇！我刚刚也很崩溃，刚刚其实打蛮稳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这个时段开台的实况组老实说不少，还蛮多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很少，只剩我。大家干嘛这时候睡觉？哎，不对，我这样怪怪的。在吃晚饭，哎、欸，你晚饭吃什么？你们那边有特有的土产吗？然后他就说没有，炒高丽菜啊。爱尔兰是农业国家，乳类和羊肉都是本地比较好哦。爱尔兰的羊肉没有腥味，我是不怕那个腥味，可是没有腥味蛮屌的。爱尔兰的海产也很多，哇，我喜欢。哦，他也很，哦，哇，他好厉害啊、哦！
哎呦，快快，差一点！我们要不要？我是不是要去世了？还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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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啊，力度有美人鱼力度有差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！来，下一王冠，王冠，王冠的话是先左下二 CD 下 HP， 右下过。我要先干嘛？下面的小号，先杀下面的小怪。好 ，OK， 这样还行吧？哇，太漂亮了吧！哦，可是。哦、爆炸有点痛，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回旋？哇，没卡到，没卡到，没事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，干，有点小难，左上要放电了，有没有救？哎呦，哎，哦，死了，哦，漂亮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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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你脸好屌哦！直接杀嘛！先把王带下去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 ，BGM。嗨起来，嗨起来！哇，这个好难打哦，绝对不行。回想你初心，就可以挤出一点力量哦。热血，就是这首歌。Oh my god！ 哎，对不起，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我以为我够可以直接刷到蓝色的，这样。哎呦，可以了！哎，看，看，看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他压力好大，他压力好大。我觉得有可能不行哎。往，哦，往上，上下刷，哎。点，哎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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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吓死人！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吓死！哦，那个最后一条血，那个超刺激的！哇，刚刚一个就是 Oh my god， 我们被打到残血，然后直接整个拦起来，我跟你讲，哇，各位，哦，我们太精彩了。今天可以好好睡了，我们在最后一刹那完成。哎，各位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！来来来，各位各位，借一下。借一下隔壁的欧洲之力 ，Go！借一下隔壁的欧洲势力吧，有没有？哎，哇，太溜了，太溜了，太溜了，哇，太扯，最后一次，哇，哇。怪盗团帮我！哇！他那个女主角，那什么林那个黑，那什么黑组长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单纯。哇靠！干这傻小啊，这傻小！我觉得你明天不要出门了，我明天出门一整天。哇哦，这个他妈溜起来，哇溜爆，好屌，扯到突破宇宙，你知道刚刚抽到爆好，就觉得说哦好像还行，然后结果哦不对，初九跟轰全部出来，聊天室有真的欧洲了，你看你懂欧洲，欧洲就会帮助你，你不只借了隔壁的运，你连隔壁组的香火都请来了，哇，我平常是不用 AJ 的 BGM 的，刚刚就想说哦用一下好了。原来那个 BGM 真的有点什么在里面，建议送去化验一下。你知道现在还在意犹未尽哎，这个真的是实抽毕业的范本。
很扯哎、欸！你只要懂宝珠，宝珠就会帮助你。北欧大陆分析师兼欧洲讲师剑玉王黑羽，新北三重民宿老板兼游戏氪金仔，即 YouTube 剑玉王黑羽。你没有把我欧洲的那个层面的东西用下去啊！你不，你是借运。顺便宣传一下，就是我每天5点会发影片，然后6日中午10点会发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直播的话，欢迎可以一起加入会员。我有会员专属的影片，还有贴图可以用。我不知道加入会员会不会后悔，但是至少大家蛮开心的。